天跟我老公来小凤家里面玩，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小凤真的是地主家的儿子。傻儿子吧，你不是傻儿子吗？我就没有想明白，他农村里面都可以有两套房，然后城里面还有一套，城里面还有一套，他土豪土豪。据我目前小小的深究了一下，他有三套房子。哎，还会不会还有一套在第四套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又搞出来一套啊？这套没有装修好啊。哎呀，你反正现在又不在这里住，县城那里装修就可以了，住了这么多。我跟你说，再有钱，买再多房子，就只能睡一张床。就是说，如果是以后我赚到钱的话，可能我要把这里搞，就搞别墅，再搞两三层啊、哦，住着就舒服了。对，搞两层，然后弄个别墅类型的，住着就舒服了，是吧？我以前还不觉得小峰怎么的哦，他只是说他是农村的，而且我也没去过他农村家。不是另外一个家我去过了，但是这里我没来过。我都没有想到他农村居然有两套房子，深藏不露，是吧？就是长得又帅又很多房子。我还说他是地主家的傻儿子，可能我自己傻。走去看看有什么搞好吃的。搞好吃的，来看一下吧。今天随便弄了一下。你是没有搞很多那种。不要搞太丰富了啊！昨天我们还吃了，我跟你说。我们昨天才吃了九。天天九席一般都是12个菜吧？天天吃扣了，吃腻了。扣了，对，那里边就扣了。你们这里跟他的那边是不一样的。有点不一样。他那里摆那个是。这是大厨子的排骨蒸这个。清蒸排骨是吧？排骨蒸芋头。啊，这芋头很有名的哦。荔浦芋头，荔浦芋头，其实是我们本地的，本地种出来的，确实，是吧？对。然后他就打了一个幌子，是他的荔浦人卖的啊。对，荔浦人卖的，种的还是我们本地人种的多。对。这两个大葱很幸福的哦，放啤酒也可以，放芝士酱也可以啊、哦。这个柴火煮的好吃很多。香啊。我要晚点才有那个晚饭吃的。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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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个房子，这个周边的环境好好，你看前面是果树，那边有菜园。光是门口这里可以停10部车。对，可以从这里一直停过去，可以。我那个门口只能停2部车。就原先我们这里规划一个院子的，然后后面其实可以住院子，后面如果把那个房子推掉。后面那个老房子也是你的，对对，也是我们的。哇，那你这四套房哦？怎么乱说？四套房子？那老房子不算一套房啊？对啊，老房子不算。那也住院子的，不算房子的。真的土豪土豪。真的是一个超级土豪。你要房子什么时候装修？对，什么时候装修？房子装修啊？如果是说目前看我女朋友是怎么想的，她如果是愿意。跟我结婚的话，可能我就会把这个房子装一下。意思是说，结婚就要装房子了。对，把这里可能盖个2层这样子吧。那盖2层要得切了不？对，没有100万肯定搞不起来。你这个、至少要100万。是啊，至少100万。直接装修一起嘛，嗯、是吧？要要要要。那么贵，要。是啊。后面那里要把它推平的话，要做个院子就不一样的。那个老房子不用推平，我觉得那个老房子真的很好。你后面还有一排了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一排。那个到时把它弄好一点，粉刷一下那个老房子。如果是可以的话，在后面建个游泳池也可以的。不用不用，我觉得那老房子弄一下，搞好一点舒服。我觉得如果建个游泳池也可以。可以的，就是到时候你们过来玩，那可以游泳的嘛，是吧？可以的。哦，简直在那里像蜜月。你们家真的是这么宽的地，这么宽的房子，就是羡慕死了。没有什么钱，有钱可能就搞起来了。慢慢的，还年轻。空气是蛮好的，不过也是你，反正现在要还没结婚嘛，结婚了到时一下搞是不是？全部都什么都是新的。如果是事业爱情双丰收，是啊，好的了。女朋友又是新的啊，房子又是新的，就是我的，不是新的，就是我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土豪土豪。